多美基金。我还以为你摔倒了呢。哎，你快打电话给前台让他修一下水龙头，快点！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喂，前台吗？803房间的水管爆了。高晨，奇怪，这上哪去了？这么晚？哎，服务员。水管坏了，这怎么没有人开门啊？哎，你不是有门卡吗？你看，不是先生，没有经过客人允许，我们也……哎，没事，里面都是我朋友。朋友这……哎，出了事我负责，你先开门。行，那我去拿房卡。堵住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来修的。去帮你拿一条毛巾吧。我说了，我需要时间冷静，你不能硬。没错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是我头发缠在他扣子上了。你们继续，我们继续。我稍后过来修水龙头啊。修好了，水龙头老化，打扰你们休息，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你们？这是我一个人的房间。啊，一个人房间，对对对，一个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先生，您不和我一起走吗？我啊，我走什么走呀？我事儿没弄清楚。你不说你不住这儿吗？你干嘛又回来？我临时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必须要打败鼎和，拿下李家。什么意思？这么快就洗心革面、犯法图强了？哎，这不是重点。什么重点？你别给我绕弯子啊！重点就是你们俩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在一起的？哎，我要睡觉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们赶紧回去。你怎么不推他呀？光推我呢？回去吧，你们回去。你们走吧。天快亮了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
林我不告诉你，你可得告诉我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哎，你又不是明星，你这谈恋爱还遮遮掩掩的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哎哎，高登。哎，一个两个的，怎么回事？就我多余是吧？